杨姐很厉害，开到搜狗这里来，超强。我那天还从中立开到桃园，哦，又好强，开回来。你有开？他坐在我旁边啊。我的意思说，你有开过上高速公路吗？还没，我想要开。超跑。我觉得高速公路比较不恐怖吧，这些摩托车才恐怖嘞、欸。摩托车真的很恐怖。对啊，摩托车超恐怖。高速公路大不了我就不要换车道就好。这样子。